3D 列印逐渐普及，它可以实现你成为创客的梦想，独立制作少量且多样化的商品。不论你是游戏美术、商品设计、个人数位雕塑创作者，或是产品原型设计，只要你想将创意列印成 3D 作品，都会需要这门课。嗨，我是周嘉誠老师。由于市面上很少有 3D 列印输出的完整教学，所以我与窝客360独家合作这门课程，将不藏私的和你分享 3D 角色模型印前处理的独门心法。课程会以 3D 列印魔幻角色原型创作系列课程的角色作为范例，5小时详细解说 3D 模型印前处理4大步骤。一，在 ZB 该如何将多物件模型变成单一物件，以拿来列印？二，该如何用免费的拆件神器 MeshMixer 将模型的头部、躯干、四肢和配件分别拆出、修整切面，以避免列印失败或成品品质不佳。三，你将具体了解分件两方的卡损该如何设计，才不会造成列印后却卡不进去、无法密合，或卡损太脆弱，难以支撑模型重量等困扰。最后，到了输出阶段，将零件汇入切片软体后，你会知道列印时模型如何摆放成最佳角度，以免支撑材的位置影响到整体的美观。上完课，你就可以活用学到的功法，套用在所有列印实体的创作上。这个面具也是我 3D 列印的成品。另外，欢迎加入我的粉丝团，为你的问题解惑，也能与 3D 列印的同好交流。这门满足你创作的 3D 列印课程，让你想印就印，马上入手。